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希望呢那个台湾跟大陆的医疗平台可以被建设起来，那在经济发展之后，它的科学跟医学这方面都是跳跃式的进步，所以我们希望那个国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也能够享受到那个互相交流的好处。那在软体上呢，还有人文上，这是方面就是在人才的引进上，我们台湾事实上是可以享受这方面的平台上的一些优势跟互惠。我们要与有正知正念正能量人为伍，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已经很重视到一个能量场观念。那在那边的话是一个很向往能量场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以后也能够在那边发展一些正发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